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你们的小光。今天跟大家开箱的这双是 KT6 的剁手礼盒，看到没有？它这个非常漂亮的鞋盒真的是大爱的，抽屉式的一个鞋盒。先把鞋子拿出来给大家看一遍吧，这双鞋非常漂亮，这个鞋盒真的是非常的高级啊。它这个鞋盒的话是非常有质感的，和其他的鞋盒是不一样的，要比其他的鞋盒要重上很多。那么我们的 KT6 就来了，这双 KT6 不知道大家觉得它的颜值如何呢？它的一个配色是这样的一个鸳鸯配色，可以看得出是鸳鸯配色。然后它的一个鞋面是可以粘那种魔术贴的，它这里也是赠送了三副魔术贴，当代当代是非常不错的，这个也有商业化的，非常 nice， 可以随意去粘在整双鞋的鞋面上，可玩性非常高的一双鞋子。来看一下吧，整体的颜值鞋面的支撑性，大家就跟我们刚才啊，大家应该对它并不陌生的。这双鞋是上一年的一个旗舰鞋，这双鞋呢性能是非常不错，包裹性很强，然后也是非常适合秋冬季节去穿的。这个看得到，非常的厚实，非常的棒，整个鞋看得到，而且稳定性很强，双脚脚感的话可以，鞋底也是非常耐用。这一双鞋呢，现在价格真的是非常便宜，如果大家喜欢的千万不要错过。好吧，这双鞋按照正常码去买就可以了，它这双鞋是不偏码，大家喜欢。